电视台师傅，能不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？我手机没电了。啊，行，给。谢谢啊。 为难问，取消陈涵的采访直播，不管你提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我为什么要答应你？我现在不缺资源，也不需要你的帮助。那千亿楠呢？他的死活你也不在意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明珠景苑的合同，他都动了手脚。如果你不想办法取消直播，我只好走法律程序。我猜你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也不希望走到这一步。但是我没有办法。 我必须要保护我爱的人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之后还会不会拿这个来威胁我？5分钟之后，我在电视台楼下等你。我给你证据，你取消直播。唐主播，演技不错，在抓到人之前继续保持。 暖暖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走。 该帮的忙我已经帮了，请你们老板说话算数。刘文娟，在事情解决之前，彭小姐也得跟我们走一趟。 你先跑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你少点信心了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，谁有你感觉？我只是因为跑得太慢了，少废话，赶紧跑。说点，快跑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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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